我，又没事，我的灵魂就到另外一个世界了。那我就不会飞了吗？你也可以飞啊。还可以飞吗？嗯。我来到泥土还没飞呀、啊。你身体已经变成泥土了，可是你的灵魂还可以飞啊。灵魂已经从你的身体里面出来了。然后两边自己，我又没眼睛了。没眼睛？没有眼睛吗？你说看不见吗？没事，你的灵魂是看得见的，不需要眼睛，不需要身体的眼睛，知道吗？那我只能跟别人一起。跟谁一起啊？我没有自己了，我不喜欢没自己。你就没有身体了？那你让我死，你没有死咋办？我死了，你没死咋办？你死了，我没有死啊。嗯。那你可以经常来看我们吗？你的灵魂飘回来看我们，好不好？那我要变回自己呀、啊！你要变回自己啊？那你怎么变回去啊？那就不会变冷了吧？那就不会变成冷了吧？嗯，你是说投胎吗？嗯。你要重新投胎吗？那你可能是，我们就不是你的爸爸妈妈了，我你是别人的小孩了。我还想要你们。你还想要我吗？为什么？我不喜欢认识其他大人的。你不想让其他大人当你的爸爸妈妈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们装小孩的。什么？因为他们装小孩不喜欢你们。他们不会抓小孩啊。我不喜欢个陌生人。哦，陌生人不喜欢是不是？嗯，我不喜欢，我不要妈妈。好吧，睡吧，好吗？不要，我讲故事。什么？我要讲故事。讲什么故事啊？妈妈。你要讲什么故事啊？你的鼻孔好大，这样看。我不喜欢。你要讲什么故事啊？快说，快说。不行，那个灵魂不会说话吧？灵魂啊吗？嗯。灵魂不会说话，它只能通过意识交流。你不用说话，妈妈就知道你的意思了。我的灵魂能听懂你灵魂的语言，知道吗？好了。